如是我闻一时佛祖往舍城，即舍觉三众，于菩萨摩诃萨即生观觉数据，地狱辟丘，地狱恶鬼诸神，贫富贵贱众类，若干般有众生闻佛说法，如来智得母如宾得亦如若得亦如安得等，世尊说法，利益众生亦复如是，尔时世尊观世音智，知诸菩萨劝请应请，即光明见白毫相，造于十方无量世界，地狱修习苦痛安宁，二十一切受罪众生，寻佛光明来，亦佛说饶佛其障，自性作力劝请是成，光觉道化临诸众生得梦歇，今日道场东也道中我今之成全请诸佛，亦复如是愿诸众生同得歇，自性得与同解。